啦，飞上了篱笆，蓝脚头戴衣裳，没再害羞啦。很简单，你的表情啊，你赶快往上爬，想干嘛快回家。做菜机的萨库拉连用铃香跑哪里，里面有放小黄瓜、胡萝卜、罐头的鲔鱼，乖乖跟我做婆，做官帮老公，乖乖帮他做婆，沙拉同性恋。你出去干脆别回来。今天要分享一个居酒屋的超下酒料理，通心面沙拉。首先处理黄瓜，让我们头尾切掉自己吃掉，然后配上饮料漱个懒。喂，小黄瓜我们斜切薄片，不要切到厚的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厚此薄彼。切片后的黄瓜先放碗里，等一下再来处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切红萝卜的部分。红萝卜的皮现在都流行不消，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跟小朋友的皮一样，现在都流行不割。嘿，赶快排列整齐后比较方便切丝啦。切完之后就把它跟小黄瓜放在一起，准备个洗衣机嘞。我们稍微撒点盐，然后开始抓腌，它就会慢慢出水。中途我们配点酒精，再放点感情。其实这类的蔬菜就跟女人一样，都是水做的，只要温柔的对待，它就出水给你看。喂，哦，你看水开始出来了，我们出来的水必须把它倒掉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样沙拉才不会太湿。Who is 沙拉？喂，赶快处理鲔鱼罐头的部分。今天的鲔鱼罐头选择油渍的，你也可以使用海底鸡，先把油倒掉之后，再跟小黄瓜们放在一起，就可以准备来开始看我下面。让我们来口仪式，等水滚，自己出金省成本。油加到滚水里，不用怕油腻，一把盐撒进去，下面卡无比，倒入那肥嫩的可爱马卡龙尼，拉一拉再不会粘锅底，多快速别混进海波林几脆，煮完赶快捞起，别变肥鱼鳍，热热的马卡罗尼把水滴干净，趁热丢进去。马上接着带来这一首调味歌曲。咦，今天都是花系列的。日本的美乃滋鲜家，然后一吃拌番茄酱，香浓起司粉撒呀撒，一点点几分通心面沙拉，秘密的味增很少人回家，黑胡椒至少三倍量，蒜泥来提味抹一下，这就是我的通心面沙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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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搅拌均匀啦啦沙拉，让我试一下。在做沙拉，做沙拉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到底在说什么？赶快装盘。哦，看起来非常可口的通心面沙拉，最后撒上一点巴西里耶，就可以来试吃。这是海波，海波，非常好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通心面马卡罗尼沙拉真的非常好吃哦。Oh my god， 又有鲔鱼、通心面、黄瓜跟红萝卜。我讨厌红萝卜，但这是生的。生的我吃很多东西，那我就不想吃。什么叫做很多东西？今天才会议过来。
什么叫做很多东西？你想这个身体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你黄瓜跟红萝卜。嗯，老师。你说的没错。它这个虽然是一个副菜，介于配菜跟主食中间。其实我吃不出来那个红萝卜的腥味。这个重点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把它那个水给挤干。嗯。用力把那个水挤出来。嗯。哦。为什么？把那个蔬菜的水分挤干。我们是健康的。一定要先把那个蔬菜的水分给挤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调味的部分跟平常的那种沙拉比较不一样，我多加了一点味噌、蒜泥、味噌，还有起司粉，把这个沙拉的味道变得比较有深度了，比较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麻酱，麻酱，我要加芥末。卡巴斯口的时间来了，加一点，就有点像是平常我们都没有在做一些 cosplay， 突然有一天来一个 cosplay 那种感觉，异常的开心。哦，OK， 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妞妞，妈妈。啊，我觉得好像也不差哎。很好吃，拜托。你根本就是芥末的代言人。不不 ，Tabasco 是 cosplay， 芥末就是有点 SM，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。你像有点。那我觉得，到底我喜欢芥末的对不对？胡椒要加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，那样子才是够的。因为你如果加太少，其实它那个味道就不够了。你刚开始懂。还有味，还有。哎呀，怎么啦？我们是健康的料理节目，跟昨天听到的一样的台词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看校厨做菜，那就一定要按赞粉丝团抢先看，订阅小铃铛看一下彩蛋。笑了，等一下。